20:33，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晚上好，我是张燕，感谢您准时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说，美国财政部认定中国汇率操纵的做法完全与事实背离，根本站不住脚。中国将继续保持外汇管理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继续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表示，美国的做法违背了美方自己制定的汇率操纵国量化标准。美方这次引用的1988年法案没有具体标准，更加随意任性。那美国财政部提到的不干预汇率贬值就是汇率操纵，严重的违背了基本的常识和专业精神，是一种政治操作对专业精神的亵渎。我们觉得这种不理性、不负责任的做法将严重的恶化全球经贸环境，阻碍全球经济增长。谁是汇率的操纵者，谁是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破坏者，我觉得是不言自明的。王春英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运行保持总体稳定，能够应对各种外部冲击的考验。那么近期呢，美国升级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的冲击，市场已经做出了非常充分的反应，并且呢将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王春英表示，我国将继续保持外汇管理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保障企业和个人等市场主体正常的用汇需求，继续为企业进出口、利润分配、跨境双向投资等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支持，继续满足个人在出国旅游啊、留学等方面的实际需求。王春英表示，我国将继续推动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我国的债券市场的整体收益水平依然是比较高的，我国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被更加广泛地纳入了国际的主流指数，为境外投资者投资人民币的资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境外投资者呢，也表现出比较高的投资热情。我们将继续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投资者投资配置人民币资产。同时，我们也愿意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美国宣布将对中国3000亿美元产品加征10%关税，而这距离中美第12轮高级别磋商结束仅仅36个小时。此后，美国财政部又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面对美方的出尔反尔和变化无常，专家指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才是谈判的底气，要以中国更强的发展韧性来应对美方的极限施压。对国内市场预期会形成一定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会有所增大，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不会改变，财政和货币政策仍然有足够的空间。我们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落实好政策举措，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进一步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狠抓六稳政策落地见效，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专家指出，中方应该坚持同等比例、同等力度进行反制，可以考虑在服务贸易和商业性产品上进行有效反制。可以考虑对战略性的产品征收关税，它要求美资撤离，我们呢可以对某些高新产业、关键技术产业，我们可以鼓励美资投资，可以继续保留之前在对经济开发区所用的政策。对于美国政府乱贴标签的行为，美联社6号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政府歪曲事实，不顾自身发布的正规报告，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文章说，特朗普政府自2016年大选以来就一直宣称中国操纵汇率，并称一上台就要对中国采取行动。然而，美联社在文章中指出，自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财政部发布了5份有关汇率政策的报告，这5份报告均认为中国不符合美国法律规定的汇率操纵国标准。为此，文章说，美国财政部北京时间6号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一举动与其自身发布的报告相违背。
日前，美国政府再次宣布拟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这遭到了多个行业的反对。那么，美国媒体透露说，其实，在决策的过程当中，这个决定也是遭到了在场几乎所有人反对的，只有纳瓦罗一人支持。《华尔街日报》甚至把他称为特朗普加征关税背后的男人。来看报道。纳瓦罗现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他的贸易政策观点偏激，宣扬中国威胁论，反对自由贸易。他曾宣称加征关税将挽救美国钢铁业，然而现实却是，曾经一度支持特朗普政府的美国钢铁企业正在为此起诉美国商务部。企业表示，增加关税导致原材料成本上涨，他们需要多支付数千万美元。日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纳瓦罗进行了专访。主持人表示，美国政府加征关税已经导致了美国国内商品价格上涨，影响民众生活，要求纳瓦罗给出解释。Okay, but I'm saying, right,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but I'm saying that washing machine prices have gone up by $86. So Americans are paying more. And your point is that is what? That, so well, we my have point is that the policies that you have put in place are costing regular Americans money. Hang on, hang on here. 起初，纳瓦罗屡次转移话题，但面对主持人的不停追问，最终，他给出的答案让人啼笑皆非。Tariff surcharges are now being passed through to all consumers, to all customers. We've heard it from car companies. We've heard it from jet ski makers. I don't believe a word of that stuff. So what I'm saying is, are you literally saying they're all lying?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上午，国家电影局宣布暂停大陆影片和人员参加2019年第56届台北金马影展。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上个月31号，山西乔家大院因为过度商业化、安全卫生投入不够等问题，被文化和旅游部5A摘牌。那么，我们的记者昨天就获悉，从今天开始到本月16号，乔家大院景区将暂停运营10天，集中整改停车场、服务质量等相关的问题，以及拆除景区不协调建筑。而对于游客反映的门票价格过高的问题，景区将适当对门票价格进行下调。最近呢，来自俄罗斯的4400多吨大豆从我国南通海关入境，这是今年6月中俄双方签署深化大豆合作发展规划之后首批进入中国市场的俄罗斯大豆。海关总署日前宣布，在俄罗斯境内所有产区种植的大豆经检验检疫合格后可以进入中国市场。此次南通海关共完成4431.677吨俄罗斯大豆的口岸放行。该批大豆是中粮集团旗下中粮贸易从俄罗斯境内最大粮食贸易企业俄罗斯农业集团公司采购而来的，是南通口岸首次以一般贸易海运散装方式进口俄罗斯大豆。专家表示，俄罗斯大豆进口量的增加将改变我国进口大豆过度依赖单一进口源的局面。未来我们中国的大豆呢，应该来说大概有这个1亿吨的这个需求量，俄罗斯的大豆如果将来以后这个增量上去了，能带动我们东北地区的结构调整。俄罗斯加上中国合计起来，那么我们3000万吨到4000万吨，有可能呢我们占1/3，未来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格局。大豆的这个来源啊，这个就是更加多元化。专家指出，俄罗斯进口大豆的增加也将给国内的大豆加工产业带来积极影响。供给量增加了，那么原材料呢，比以前的供应的量的增加呢，有利于我们加工企业的这个更好的呢这个加工生产和实现利润。那么在就近期来看呢，这个它的大豆整体的进口量大幅增加呢还有困难，但有利于呢我们整个大豆产业的发展。昨天，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刚刚公布。今天，临港新片区行政服务中心就正式揭牌，开始以崭新的身份提供服务。来看报道。今天，原先的临港企业行政服务中心字样被更换成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行政服务中心几个大字。中心大厅内各服务功能区标识牌也都进行了更新。从昨天下午4点，就是国新办宣布这个总体方案以后呢，我们临港新片区行政服务中心接到的咨询呢，这方面的咨询明显增多，主要就是说新片区对这个企业注册、企业的税收返还政策有什么利好，大家都很关注。我们也希望
更快地公布这样一个细则。对企业来讲，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更好的、更快地享受到这个细则所带来的一些利好。对临港的未来，我们还是非常期待的，抱有很高的一个期望的。与以往自贸区改革方案相比，临港新片区将以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等为重点，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我们现在讲贸易自由，不仅仅是集装箱进出的便利化，我们可能还要重点来关注服务贸易的自由。我们不仅是企业的设立要自由，而且它的经营要高度的自由。在发展定位上，临港新片区特别强调要通过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民用航空等重点产业，在投资环境、贸易监管、国际人才流动以及税收等核心环节提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发布之后，上海自贸区将以更大力度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那么市场各界对此都有哪些反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投资者以及专业人士的看法。不少投资者认为，随着临港新片区政策的不断出台，未来会有更多优秀的高新技术企业、外资企业入驻，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留在上海。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因为自贸区是一个长期的事情，这就是科技类的企业嘛，对吧？基建的也会有带动的。会利好的是上海板块，上港包括临港这边，包括陆家嘴这边的股票，都应该都会有一定的上涨吧。长期投资机会可能还要后续再看吧，但是短期的话肯定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利好。分析人士表示，新片区未来将承载着科创企业的培育和辅导工作，把越来越多的优质企业推向市场。投资者应该把眼光更多地聚焦到跟自贸区定位相关的企业。自贸区平台的搭建和政策细则的出台，其实给市场提供了挖掘的方向。这个地方可能会在高端智能制造，在整个生物医药，在这个高科技的领域来看的话，应该是有希望孵化出一批的企业的。国家的一个思路其实是希望要更多的引进更多优质的高科技有技术含量的企业到这个平台上边来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觉得未来可能就是说对于这些平台上边的这些企业是可能受益的。在此次的新片区总体方案当中呢，上海新制定的新片区特殊支持政策，特别是其中购房资格的调整颇为引人关注。这个政策指出，对于非本市户籍人才的购房资格由居民家庭调整为个人，而缴纳个税或者社保的年限由之前的5年缩短为3年。那么在今天上午呢，我们的记者走访了临港的部分房产中介，他们感受到了哪些变化呢？我这边是安家房产的，请问您那边保利的房子还在考虑出售吗？哦，你不考虑了。上午10点，在位于上海临港方竹路的一家房产中介内，销售人员正在给房东打电话咨询出售意愿。打电话，很多房东都不考虑卖了，不是说涨价，而是说不卖。明确的回复就是有十几个电话，大约有7-8个都是回复这样的。在房东开始观望的同时，不少原本被拦在门槛之外的购房者则看到了希望。除了电话咨询外，一些人甚至亲自来到店里了解情况。社保现在快满3年了，今天想咨询一下，想在这边长期工作呀，怎么样？以后小孩在这上学，怎么都很方便嘛。然后出来这个政策呢，我想过来看一看，这个地方有没有投资的价值。新政可能带来的房屋交易量上升，也让不少银行的信贷部门看到了商机。杨先生是金山区一家银行营业部的工作人员，他今天特地过来与一些中介商谈合作的可能性。今天刚跑了3家，了解一下这边的房有关的行情，然后跟他们也是介绍一下我们邮政银行的一些政策。房产中介表示，目前与新政相关的实施细则尚未发布，因此暂时不会在成交量上有所体现，但是从长期来看还是较为看好的。二手房市场的话绝对是一个利好，购买的人比较多的话，业务员也容易就是成交。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降雨中心呢仍然集中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在今天，东北地区、内蒙古、黄淮、江汉、湖南、湖北、重庆等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从昨天下午到今天早上，湖北利川市遭遇了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地受灾。今天上午9点，利川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而在黑龙江哈尔滨，强降雨引发了洪水，造成街道和房屋被淹没，居民被困。在利川市城区，强降雨导致路面积水严重，车辆行驶缓慢，交通受阻。在中路镇小河村，河水急剧上涨，大量农田被淹。那一河的那个庄稼淹住的，我们查看了的，都几处淹没了，几处淹没了。早上水位到哪个位置来呀？早上水位应该涨起来，原先应该在那个，就得涨起来起码三，有个2米5左右的水位，突然涨起来的，多少小时时间？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目前降雨仍在持续，但雨势有所减小。有关部门提醒，需防范山洪、地质灾害等的发生。今天上午，云南丽江永胜县永北镇突发强降雨，造成多地大面积内涝，民房进水，道路中断，墙体坍塌，多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出动，共营救出20名被困者。在凉水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一名1岁男童被困。紧急情况下，消防人员用家用的大盆将男童运送到安全区域。昨天，黑龙江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部分乡镇降水量达100毫米以上，一些低洼地带的居民楼和地下室商户出现积水倒灌。在铁力市一处低洼的平房内，有3名老人被困，当时房屋水深约50厘米，还有上涨趋势。消防人员直接将3名老人背出房屋，并转移至安全地带。这几天受到天文大潮汛以及台风外围因素等等的影响呢，钱塘江的潮水是比往常更加的凶猛。在浙江海宁的观潮点，这几天就有5名游客因为近距离观潮被潮水冲倒了。一起去看一下。8月4号，在海宁市丁桥镇的一处观潮点，一名男子独自站在下层海塘上拍照，这时不断逼近的潮水在岸边形成交叉潮，打到了男子身上。这个人呢？这个人呢？哎呦，下去了，幸亏在上面啊。幸运的是，潮水将男子顺势冲向了一侧的堤岸边，在众人的帮助下，男子成功获救。不但是近距离观潮的，一些远离岸边坐在高处观潮的游客也被几米高的潮水打湿了衣服。一下那个潮就碰上来了，之后那个水就全部涌上来了。我们是在最高处的，然后我拍的时候，我的手机上面都是那个水珠了，包括我儿子身上全是水，全是那个海水。而在此前一天，正在丁桥大缺口海塘上行走的4名游客也被突如其来的潮水拍倒，目前当地已经加强了安保巡逻，遇到游客靠近岸边及时劝阻。工作人员提醒游客千万不要翻越护栏，或者到没有安全防护措施的堤塘上观潮。今天是我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又称女儿节、乞巧节。如今呢，这个节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云南，鲜花的销量和价格也因为七夕节的到来而大幅的上涨。而在成都呢，也有商家在楼顶推出了专门针对七夕的活动来吸引顾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几天，不管是昆明花花世界，还是花卉拍卖中心门前广场，买花的市民和游客甚至排起了队。近段时间吗？1000多吧。之前的话就几百吧，2-3百吧，差不多一天。对，涨了2-3倍。花商们说，七夕临近，玫瑰花的价格涨幅大概都在2倍以上。平时10块一把的玫瑰，现在可以卖到20到40元。如果要发往省外，价格还要再往上涨。除了鲜花，巧克力也是这段时间的畅销品。在各大超市、商场，各式各样的巧克力都被商家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带动超市、商场的七夕大促销。在四川成都，一家购物中心为了吸引年轻人，不仅把屋顶打造成可供玩耍的花园，还在七夕节日期间推出特别活动。大家会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一处美丽的花园，哎，这话也对，确实是花园，只不过这个花园啊，不是建立在地面上，而在什么地方呢？大家跟着我们镜头往前走，哇，是不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壮观？离地5楼的位置，那么这里呢，也被誉为咱们成都市最美的屋顶花园。在这处面积达18000多平米的屋顶花园里，种植有100多种植物。花园内雕塑、绿植、休憩桌椅、儿童游乐设施等一应俱全。在七夕到来之际，被打造成浪漫的求婚地。觉得我男朋友如果在这边求婚的话，我应该会哇，就很期待，是吧？据了解，
这个屋顶花园总成本大概在2200万元，向市民开放后，年吸引客流超过200万人，带动销售额约1.6亿元。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价格。我们知道，进入8月份以来，国际金价在持续的上行。今天上午，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呢，已经是突破了每盎司1500美元的这个整数关口，也是刷新了2013年4月份以来的新高。是的，我们看到哈，这个金价持续的走高，国内黄金饰品价格也是多次上调。不过，这却并没有影响到消费者购买黄金饰品的热情。那跟随我们的记者，我们到深圳的黄金卖场去看看。记者走访深圳多家黄金饰品店发现，虽然由于金价持续走高，深圳多家金店的黄金饰品价格也紧急上调。相比7月初的时候，每克涨幅达到30元左右，但这并没有影响消费者的购买热情。我是一般买饰品，可以佩戴啊，各方面都好。黄金可以保值增值了。七夕前夕，我们的销售额增长了30%多。为了满足市场需求，黄金加工厂近期加班加点，日夜赶工，仍然无法满足订单生产需求。有些黄金加工厂在接完订单之后，需要1个星期甚至10天之后才能开始安排做货。现在我们的订单呢，比往年同期相比方面的话呢，应该要上涨了50%到80%左右。像客户之前方面的话呢，他们下订单，我们一般1到2天之内就可以安排车间开始生产。但现在方面的话呢，我们排期可能要排到7至10天，因为确实订单比较多。不仅是线下门店销售火爆，网络销售也呈现爆发式增长。京东大数据显示，七夕节前一周，从销量来看，金饰品、美妆护肤、鲜花的销量增长明显。销量比平时分别增长了137%、70%、48%。黄金价格的上涨呢，也是带动了黄金理财市场的升温。不仅仅是实物黄金产品受捧走俏，就连一些平台上的黄金在线交易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进入8月以来，国内外金价再度迎来一波猛烈上涨。纽约国际期货黄金主力合约8月已累计上涨超过每盎司70美元，涨幅近5%，盘中一度突破1500美元。国内上海期货黄金主力合约也累计上涨超过每克20元，涨幅超6%，至每克342元附近。那么7月以来呢，是已经有十几家央行采取了降息行动，特别是呢8月初，国际贸易局势呢是陡然紧张，导致全球股市商品大跌。金银债券呢等避险资产是受到了追捧。那么在此次降息周期中呢，还面临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两者呢相互对冲，那么减少了对于风险资产的支撑，从而呢对于金价是构成了极大的利好。在全球避险情绪浓厚的背景下，无论是普通的金店还是各大银行网点，都有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黄金投资，并购买相关投资品种。我们的个人黄金交易量月度的这个量级达到了100亿级，在实物黄金这一块也是这样，今年的整体的销量逐月也是在稳步的提升，这两个月也是达到了一个高位。投资者线下购买黄金投资产品热度不减，一些平台的黄金在线交易量也出现明显增长。蚂蚁财富平台上的黄金销售情况一直都很好，有很大一批忠实的黄金投资者。近期呢，他们也跟着这个市场的情况呢，产生了很大的这种交易规模的提振，成交量上涨了6倍之多。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最近黄金价格的上涨带动了市场的投资情绪，另一方面目前投资者对资产配置的需求越来越重视，黄金和其他的资产相关性较弱，比较受投资者青睐。很多客户现在都会主动的来询问黄金投资了，他们一部分是在做股票、债券这些资产投资的同时提及到黄金，希望呢做资产组合去分散风险。除了个人投资者，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呢，也是表现出了对黄金的青睐。那么，未来黄金的走势到底会怎样？一起来听一下专家是怎么说的。8月以来，北向资金仅3个交易日就净卖出逾114亿元，但对黄金股却是青睐有加，逆势增仓多股。此外，中金黄金、湖南黄金、老凤祥、玉光金签等个股近期或被融资资金，或被北向资金，
或同时被融资资金和北向资金大额增持。这几年投资机构对黄金的这种配置也是逐渐上升的。黄金呢，因为它和其他的就传统的股票和债券相比呢，它的和传统资产的收益率，这个相关性是比较低的。这个就是很好的起到了一个分散化的这么一个作用。同时，万德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黄金指数呈现震荡上涨的趋势。今年初至昨日收盘，黄金指数上涨28.61%。而同期上证综指上涨11.12%，黄金指数共计10家上市公司，市值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山东黄金、紫金矿业、中金黄金、银泰资源以及恒邦股份。其中，山东黄金和紫金矿业的市值均超过800亿元，其他企业市值均在400亿元以下。黄金板块首先它是受到那个黄金自身的一个就是公司业绩的一个影响比较重，黄金呢它的一个就是绝对价格其实是影响它的一个库存水平，其实也同时影响它的盈利水平的重要的因素。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美联储降息预期兑现，金价已连续3个月快速上涨，不排除高位获利了结的可能。金价继续快速上行面临较大阻力，预计8月黄金价格偏强震荡，不建议盲目追高。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多国货币政策变动的最新的动态。今天，印度、泰国和新西兰三国央行也先后宣布降息举措。至此，今年全球已经有超过20个国家央行宣布了降息。印度央行7号宣布下调基准回购利率35个基点至5.4%，以支撑经济增长。这是印度央行今年第四次下调回购利率。今年以来，印度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印度央行进一步下调利率以刺激经济。今年第一季度，印度经济仅增长5.8%，为近5年来最低水平。泰国方面，分析师此前普遍预计，泰国央行7号的议息会议将保持利率水平不变，但泰国央行在会后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5%，这是泰国近4年来首次降息。以刺激经济活力，并抑制泰铢继续升值，应对全球经济大环境的风险。同一天，新西兰央行宣布，鉴于经济增长面临更为强劲的逆风，决定将基准利率大幅下调50个基点至1%的历史低点。新西兰央行行长奥尔称，国际市场对新西兰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持续减少，新西兰经济需要额外的货币刺激措施。好，我们再来关注愈演愈烈的韩日贸易摩擦。今天日本政府呢是正式发布政令，把韩国从安全保障出口管理上设置了优惠待遇的白色清单当中移出。那么这个政令呢将于8月28号开始实行。那么对此，韩国外交部呢是表示强烈的抗议和遗憾，并且再次敦促日本立即撤销相关的措施，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来看报道。据报道，在此前被列入日本白色清单的27个国家中，韩国是第一个被移出的国家。今年7月，日本加强了3种半导体材料的对韩出口管制，而现在将韩国移出白色清单后，意味着将来一些日本关键领域核心产品对韩出口的门槛会大幅提高，遭受打击的韩国企业数量将继续增加。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这是对日本出口管理运用方式的调整，而不是故意要影响日韩关系，更不是所谓的经济报复或对抗措施。韩国外交部对于日本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和遗憾，并再次敦促日本立即撤销相关措施，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韩国产业部认为，可以等幅度衡量对韩国企业的影响程度，并表示将在日方公布实施细则后进行精确分析，制定对策，对相关企业进行调查。据美国财富网站5号发布的消息，欧洲和美国等多国监管机构以及立法机构正在对苹果、谷歌和亚马逊进行调查，审核上述3家公司是否涉嫌侵犯用户隐私、聘用专员听取用户使用电子助手时发出的指令。据报道，爱尔兰、英国和美国等国的相关监管机构目前正在调查谷歌、苹果和亚马逊这3大科技巨头是否侵犯用户隐私。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发言人表示，将与欧洲数据保护机构进行沟通，以查明此事。此前，德国数据保护机构对苹果和谷歌曾发起调查。据了解，苹果和谷歌公司已于近日叫停了人工审核录音的项目。
而亚马逊也于2号修改了相关条例，允许用户关闭人工听取录音的功能。7月下旬，美国国会议员塞斯·莫尔顿提交的一份法案指出，将对违反相关监听条例的企业处以每项违规行为$40,000的罚款。而根据欧盟去年5月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违法企业的罚金最高可达2000万欧元，约合1.6亿元人民币，或者其全球营业额的4%，以高者为准。据今年4月美国媒体的报道，亚马逊以提高软件水平为由，听取用户向语音助手 Alexa 发出的所有指令的录音。报道指出，部分听取的录音内容里会涉及用户的个人隐私，例如用户的姓名和住址。报道还称，苹果的 Siri 和谷歌语音助手都采取了这种方式。科技公司的这一行为引发了人们对隐私泄露的担忧。好，更多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央行微博发布消息，目前网上有消息称，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9年8月10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此为不实消息，人民银行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中央气象台介绍，今天早晨今年第9号台风利奇马已加强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强度仍在不断增强，有可能达到强台风级。预计利奇马将在10号凌晨到中午在浙江沿海登陆，但也不排除在浙江近海北上的可能。近日，应急管理部组织6个检查组赴天津、河南等6个省市的43家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执法检查，发现问题隐患476项，其中重大隐患17项，责令停产停业整顿6家。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的一条公路上，一只成年棕熊横穿公路，过往的车辆纷纷避让。从乘客手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这只棕熊打算横穿公路进入旁边的森林，因为有围栏没有成功。德国联邦环境局6号表示，将提议政府加大对高碳排放量的汽车征税，另外还将建议政府建立新购车辆奖罚体系，补贴碳排放量低的汽车，以及取消柴油补贴等。7月28号，美国加州一个美食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6号，美国联邦调查局称，经初步调查，在枪手的电子设备中发现一个袭击名单，袭击对象包括联邦大楼、宗教组织、法庭、政治机构。4号深夜，在埃及首都开罗市中心，一辆逆行汽车撞上多辆正常行驶的汽车，随后发生爆炸。截至目前，造成至少20人死亡、47人受伤。埃及内政部5号说，逆向行驶汽车属于穆斯林兄弟会下属的恐怖组织，事发时正准备进行恐怖袭击。据媒体报道，此前男扮女装越狱未遂的巴西贩毒团伙头目达席尔瓦6号在监狱中用床单上吊自杀。去年，达席尔瓦因毒品交易被捕，被判处73年有期徒刑。近日，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的2名男子突发奇想，将废弃冰箱从山崖上扔下去，并拍成视频上传至网络。当地警方根据视频里的车牌号找到了他们，并要求将冰箱从山谷中捡回来，并处罚金4.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5万元。好的，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信息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今天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浙江、安徽等多地都举办了别样的汉式集体婚礼。那同时呢，还有古代投壶、猜谜语等一系列的活动融入其中。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再见。再见。